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上淘宝进入逛逛，每周四下午6点，青年派请回答，解锁更多精彩花絮。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28楼合宿日记，派我出去玩。点击屏幕右下方拍拍按钮，参与互动，解锁选手物料。青岛春生，鲜活人生。青岛春生提醒您本期看点。我的音乐必须要由我完全的主导，它是一直温暖我的能量，更在于的是人的表达，我觉得是未来，不会放弃，无边际想象，能量，自信，探索形式，个性，力量，自由，可能性，挑战，是无限不循环。青年派计划，探索无穷尽。音乐无限不循环。我的长沙，创造无限不循环。华语乐坛新力量，暌违多年，灿烂呼啸，青年派世界，掷地有声，为我骄傲。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没有什么是突然发生的，只有突然知道了而已。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名叫阿基米德的天才画了一个正六边形计算圆的面积，至今作为超越数的派依然无限不循环着。派像一个深邃的迷藏，在美术里，在建筑里，在法律里，在荧幕上，在音乐中，所有的探索不是要穷尽一切，而是关于知道本身的迷人与美丽。派是无限的，我也是无限的。关于派的无限，过于叛逆。我是有，我也是没有，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音乐。而我们，却始终满腔热情。华语乐坛是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青年带薪辈，江山才人出。音乐它像一条缓缓的溪流，在你心中流淌。把身体揉进音乐之后，有一种很野生、很自然的能量迸发出来。夏日将至，你是谁？我是啊，音乐制作冠军，是抽象冠军，犯困冠军，睡觉冠军，社恐冠军，头发最少冠军。身份信息正在上载。谁干嘛呀？这个神秘的3.14159，穿透了所有门窗，沿着烟囱，悄无声息地溜了下来。我们在哪儿？欢迎登录派世界，数到小数点后第30位，我就来到你面前。
哇，这个问题好大。我觉得华语乐坛，哇天哪，我现在都已经回答这华语乐坛的问题了。华语乐坛后继无人，我可以认同吧，因为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谁也没有太大的心思想去接盘你这个所谓的华语乐坛，对吧？我还在华语乐坛，所以华语乐坛还有救。啊，太狂妄了，这话我只会跟自己说，因为我平常跟我们的这帮朋友都是那种，来吧，宝子们，做点好歌吧，我们来拯救一下华语乐坛。我觉得倒也不是后继无人吧，只不过有很多很多该被看到的人还没有被看到。咱们这个节目出现在这儿，我觉得就是为了要发掘一批能够接力下去的华语乐坛的人。我叫李浩宇，我是一个人，就是我是有，我也是没有，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音乐。目前来说，踏踏实实做我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东西，不要带那些包袱的去把它表达出来。你觉得是打败很重要，还是说交朋友？肯定是交朋友更重要啦，但是我要打败我的朋友们。今年派计划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我觉得是抓了一群鬼才。我是元宵节出生，爱吃麻辣爱喝波波的金手。我做音乐应该有6-7年了。我有时候是锦锦啊，就是那种比较可爱一点的那种。金手是一个那种说唱搞制作。金周就叫周君怡，就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比较一些不着边际，比较飘忽不定，比较玩抽象，咱们就是主打的一个抽象。我的自我介绍就是没有自我介绍。那你的想象中会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很好玩的节目，有不错的音乐性，然后有比较优秀的人。但是，一旦有我存在，它会变成一个比较抽象的节目。你会给我们节目带来什么？给你们节目带来一些费解，因为我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新奇世界，就好像我没有吃过蛋糕里面夹鸭子。我爸妈不想我走这条路，也不是很想我学音乐。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学音乐，就一直这么瞎唱，唱到现在，就是几个臭小孩和在一起，然后最后还赚了10,000块钱。就是我会觉得，或者有很多那种就是天才。你们好，我是文兆杰。然后我做音乐。我的音乐它没有非常华丽高亢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音程，它可能就像一本日记在静静地念给你听而已。过去到现在，我觉得我的音乐更像是家务音乐，它可能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打扫卫生，它就可以一直在旁边陪伴着你，也不会特别突兀，但是它很温暖。我很喜欢文兆杰的，咱们就是如果后边有机会，就特别特别想跟他合作。哇！哦，好高级！欢迎登录派世界，你的历险从此刻开始。我叫派派，将全程为你们指引方向，请跟随我一起完成派世界6场音乐发布会的大闯关，未通关者将随时离线。What？ 哇哦，妈呀！谁能成为最勇敢、最智慧的派青年？我很期待。耶！耶！爆！爆！美丽新世界已为你开启。好 chill。
于元良对吗？哎哎，你们俩很厉害，不是？对，我觉得还蛮有才的，真的很小。哎，老师，小心干收清。哎，小心温差，谢谢谢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嗨，好久不见。我叫梁鑫，你好。啊好。我今天都不敢跟他打招呼，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而且我就是越喜欢一个人，越欣赏一个人，我就会对他越尊重，而且会抱有一种敬畏的心。你最欣赏的新生代音乐人是谁？吕彦良。我喜欢吕彦良，我喜欢他的歌。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吕彦良。我是 Matt 吕彦良，是一名独立音乐人。在你19被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别人说你是天才少年。不要捧杀我，我是天赋型选手，但我不是真正的天才。我觉得我可以一天做一张专辑，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写不出一首我喜欢的歌。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上天给。那朋友，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绝对不会跟音乐品味太过于不好的人交朋友，因为这个其实是跟其他的方面都挂钩的。交女朋友也是吗？对啊，那不然过不下去啊，我会生气的。所以音乐品味很重要。来来来，跟我来一个。嗯好。Yes. 开了啊。你打进去吗？没有。啊。那我给你做一个。摄像头呢？有没有 I'm the best。 乍一听我感觉气场是让我舒服可以聊的人。我是乍一听 EL， EL 是 Effortless 的缩写，就是干什么都毫不费力的意思。你现在唱歌用多少人听啊？每天几百万吧。其实你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也很受欢迎嘛，那你为什么你再来到这边？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更好？靠的绝对不是一两个热单，靠的是你这个人是谁。你是谁呢？我是乍一听 EL。 聪聪聪聪，我们可以从这上去。聪聪，哎，我也要去。下去 OK， 别撞车，一点都不滑。哎呦，爆装备了。这么些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讨厌聪聪的，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谁都可以成为朋友，谁都可以成为家。我叫谭聪聪，现在就职于幽鸿花园乐队。我是一个很热爱自由的人。我第一次骑摩托皇国都刚好20，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些风啊雨啊雪啊都化成了情绪在我的血液里，所以我演唱的时候可能很认真的在感受这个世界。我也有一种很野生很自然的能量迸发出来。我是一个 rock star。我是一个喜欢过着老大爷生活的人，我喜欢养鱼养花，喜欢下五子棋，喜欢打羽毛球、打台球、看电影、听音乐、看书。接下来有请邓典。我是带着一首爆款歌来的，大家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太喜欢爆款歌的，但是我还是愿意给自己十分，不可能在音乐人面前认输的。邓典，哪个是邓典、啊？哎，爷爷，那个外套好好看。爷爷，口头禅是什么吗？爷爷，反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说什么我都
耶耶耶耶耶耶耶。那还有吗？啊嗯哼，耶耶嗯哼，耶耶，哦。邓点，我感觉在哪里好像听挺舒服。你觉得听过他的歌？我不一定哦，我不冲浪。我反对一切极限运动，因为我很怕死。人说的是冲浪，人说的是网上冲浪。网上冲浪啊？嗯嗯哼。尴尬，我最喜欢尴尬了。我希望尴尬美学充满世界。我最怕的就是尴尬。你有预防尴尬的技巧吗？比如他的眼睛很亮，就说明他这个人比较纯真；嘴唇比较厚，就说明这个人重情义；人也比较外向开朗嘛。我关注他全都在这儿，全都在这儿。还有就是苹果肌比较饱满，他们都是那种和蔼的、友善的。都是住北京，都是住北京，公司在北京。住哪儿啊？住朝阳。我住双桥。然后他的鼻子比较小，会比较讲义气的。因为我是专门做企划推广这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就随时联系我的。好。然后我不会和有唇珠的人玩，如果他有唇珠的话，大半你跟他吵架你吵不赢他。还有我不会和眉毛特别浅并且没有眉毛的人玩。我长得本来就不像个好人，眼睛也小，别人说我臭脸怪，我没有不开心，其实我可能就只是在发呆。我本名叫叶玉飞，艺名叫土人，英文名叫 Tree， 我出生于上海，兴趣爱好音乐，唱跳 rap。我想让别人知道，中文的主流音乐已经有说唱的一个地步。成为你自己是一件最酷的事情，没有之一。我是玉飞。rap 是我最大的优势，反正我真的没多少人做 rap。我最喜欢他。老师好，我听过你的歌，谢谢。真好真人，真好真人。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这节目怎么都这么强啊？大班老师真的非常喜欢。谢谢。一定每个人都谢谢。没要礼貌嘛，礼貌。我没怎么那个啥，人很多的场合，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眼神是正直，直视前方 ，focus on 该 focus 的东西，而不是女孩。女孩会让我分心。我是妙莎 Musa， 我一出场全场被我秒杀。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李济军 Christy， 我身边所有人都会说，为什么你还没有你自己的歌？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就是时候。我是 Dina， 是一半意大利人一半中国人，是一个随心情的博主，上音乐生活都有。我觉得节目组很有眼光。我的名字就是 Shy， 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的音乐 authentic and also campy。I have a few like albums and EPs. I'm all created by myself. I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this because I get very shy. Wow, so many people.有一个朋友叫 Lisa， 我不是 Lisa， 我是 Shy。 你们两个也是唱跳是吧？对，好酷哦。那你是？我是唱跳。那你要教教我。从胜负上来说，我最怕遇到长得帅又会跳舞。长得帅，我叫郭宇昂，是一名京剧演员，所学的行当是梅派青衣。完了，空气沉默了。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京剧演员，我很喜欢做戏腔跟流行音乐的一个结合吧，不拘泥于传统，逆流而上。我跳舞的。
男模吗？哇，你好帅呀、啊！啊，没有，你是聂晨。哇，他好帅啊！这跟他比比颜值，怎么称呼？我叫严。严。哦、严啊！哇，好可爱啊！弟弟来，弟弟来。好，你好。黄文锦。对对对。哇，你2005年的，我比你大了10岁。你们会让中年人感到有危机感。哎，你几年？我97年。你离30还有4年，我离30还有2年，差一点就来不了这个节目。我是文景，今年18岁，感觉我跟猫猫脱不开关系，所以大家都叫我小红喵。JYP China 很多前辈都是光芒万丈的，我们不能丢脸，不鸣则已，一鸣一定要惊人。你好，这是我的贴纸，我会给每个人一个。好的好的。这是我的贴纸，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是严，来自上海，身高1.87米，唱跳歌手。什么是派？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香芋派。我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登上过舞台，上这次节目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几个您都知道，还都是有些代表作的，就是他们的歌还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对，曹同学他是上海音乐剧的艺考的第一名，然后现在是2年级学生。李阳新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他写过一首歌叫《有谱》，音乐上非常的有思考。嗯，然后童宇是他这几首歌都很也是创作者。嗯，赵熙对非常会唱，庄定欣在香港发展，朱诗威纽约大学的最佳歌手，真的呀，嗯。裘一文他觉得他是摇滚，其实我觉得他特民谣，风格是包全谣。看着年轻人会觉得哇，都喜欢。他们都有很强的能力以及学识，这个正是年轻拥有的最大的力量，因为你有无限可能。我觉得我这个超可爱，耶耶。可以不要看我，为啥？我会害羞。哈哈哈哈哈。恭喜所有选手集结完毕，解锁任务第一关现在开启。派世界有2位神秘的大玩家，因为超龄已被封印。啊，大玩家。他们必须获得最具年轻特质的个性标签才能被解救，闯关之门才能开启。Oh my god， 等了。请所有男生前往1号封印房间，请所有女生前往2号封印房间，解锁封印。打扰了，打扰了，对不起。老少，老少。哎，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哎呀，老少，老少，站着吧，站着吧。啊，好好好。帮帮我吧！帮帮我吧！我是被封印在这里的大玩家，快帮帮我解除我的封印吧！欢迎大家哟！欢迎你们，好久不见 ，Hello，Hello， 坐坐坐坐坐坐。Hello， 大家好，我是被那个封印的大玩家之一。老师好。老师好。快帮我想一个新的个性签名还有名字。那老师，你觉得你的个性签名更多的是提醒你自己给你自己看呢，还是说展示给别人的一个形象呢？嗯，哇，你们这么厉害。其实我之前的个性签名并不是个性，其实我内心是这个。
贼愤怒那种。老师，老师会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剧本？是过程很艰苦，但是结局非常好，还是过程很顺，但是结局就非常普通？我，哎呀，我。这条问得好，好深啊！老师提问：平时生活中什么事儿能让您破防？哇，这个好。就是对，我一会儿回答你，我脑子卡壳了，导演组快救我！他们不是要解救我，他们是要把我继续封起来。你我他们都有很强的能力以及学识，哇，真的是不太好应对。老师，就我想问那个问题，母鸡，它在孵小鸡的时候，然后它会想什么？他会想说，是，他会想说，待久了有点硌，我是不是换个位？如果有一天我可能去卖鱼卖花了，你会支持吗？那为什么你卖鱼卖花需要我的支持呢？你想下班吗？大多数的时候，我还是享受我的工作的。我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变成一个什么物体？我不会有这么就是浪漫的幻想。感受生活和跟规划生活，你更习惯于哪个方向多一点？就在规划的生活里面去感受生活。好，怎么克服紧张？让紧张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而不是被紧张捆绑。如果你回到你十八岁，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不会再做主持人。有机会再来一遍，为什么要重过一样的人生呢？跟何老师非常厉害，他就是最好的老师。听他说话就如沐春风，我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天哪，我真的，哎呀，导演组快救我，快救我！来吧，欣赏你们的脑洞。主人叫史师傅，灰色拉比兽，心软大哥大，云青春。青春呢，就是何老师现在已经都49岁了。我不是扎刀啊，我的话我是才满18岁。好，OK， 你青春不是做得好，不是那个聊爆了，哇，这个我好喜欢，叫暴走的牛油果，我写的。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画，我选暴走的牛油果。邓点管我叫水，这也蛮好的。水，叫我水。因为我喜欢养鱼嘛，水可以把我喜欢的鱼全部给包起来啊。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鱼？然后我们其实也被包起来，被观赏。所以我把你叫水，是因为你可以包容所有的事物。哦，这太有竞争力啦！太会了，太棒了。Yes. 我当时说出来之后，我想，哇，有点东西。好，水。Yeah! 谢谢牛油果，谢谢暴走的牛油果。大家今天都很 relax， 很 chill， 这样玩一天，那明天就嚷一下就变成是对手了。集合了，集合了。各位选手请注意，请前往派广场集合。首场音乐发布会通关规则现在发布。如果给你3分钟，你将如何向全宇宙发布我自己？首场音乐发布会自选曲目，四轮竞演。Oh my god！ 率先出战者拥有勇气和能力的认证，以及更高的胜率，但同时将失去选择对手的权利。而首轮出战者已被秘密指定了2位。谁呀？不是我，是谁？哇！ Let's go！ 我，朋友们，这个是现在他们这些选手里面代表作是最，您听到旋律，您肯定也知道，他非常有态度，我觉得他是可以的。有信心吗？
有，我现在的瓶颈其实就是信心的体现了。还有个谁呀？啊，是你啊！李浩宇在美国读书，他的音乐并没有学校很明显的那种特质，他完全有自己的理解，你可以感受到那么年轻一个女孩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你别说话了，我崩溃了。你们怎么这样？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现在压力山大，我现在准备收拾行李回波士顿上学了，拜拜。其余两位先发者的产生方式请自荐决定。自荐没那个自信有点自荐我可能也不会，好恐怖，压力很大。我不会抢，因为我不清楚情况，我要先观察一下局势，然后再决定我自己的顺序。你敢自荐不？我可以自荐，但没有必要。对呀、啊。我早点唱完，这样子我可以更加放平心态去看每一个音乐人的表达。李阳轩，不认识。谁？第四个一首发，你记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宇昂。哦，对，李星宇。我是李阳星。来到了派世界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 NPC 的角色。在游戏里面，一般 NPC 都是无敌的，他吃不到伤害的。生活中我是普通的，但是在舞台上我是不普通的。四位先发选手数据已上载，现场的选手们请注意，还有一个惊喜福利就在大家的身边。什么？请找找看。福利？什么？我找到了。我也找到了。什么东西啊？各位玩家，恭喜解锁全新福利，每轮舞台结束后打开淘宝 APP 搜索青年派计划，给你喜爱的舞台点赞，每轮获得更多赞的舞台有机会获得额外惊喜。不仅如此，上淘宝搜青年派计划，参与活动还有机会领取最高8888的无门槛大红包和节目福利哦。那我要赶紧搜起来。搜起来。Yes。你准备加练多少时间？我要从早到晚都练。绝不会想要，因为我觉得只要燃烧过就没留恋嘛，但是你得好好的燃烧。我现在压力山大，他们都很厉害。我不怕谁来挑战我，因为我根本谁都不认识。我有我自己的优势，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看哪个优势更能赢得人心吧。你要加不？我不加呀。那先发了你不加？不加，没什么好加的，现场就是最好的老师。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开始义工了嘛，紧张不？不会紧张，因为我就是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对于舞台这件事情上，我是蛮有野心的。我有种预感，我必定会赢。赢大家肯定都是想赢的，但是我对自己的实力非常非常的有信心。我迫不及待想演出了，就等着掀翻舞台。飞过所有的天。双手跟我们的女导师一起嗨起来 ！So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这里是青年派世界首场音乐发布会现场，欢迎来自全球的小玩家嗨翻登陆。有请才华横溢了半个世纪、心理年龄永远三十未满的大玩家张亚东。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青年选手登场。什么？太快了吧！啊，就开始了。啊！谁？蔡徐坤。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何老师，何雪。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就这两句我唱完了。来，亚东哥，请点评我的表演。特别好，特别好。我是青年派计划的大玩家水。水。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叫我河水。接下来欢迎于川。欢迎春春来。好，欢迎现场所有的玩家来到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让我们先感谢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杨婷婷、王一曼。我自己音乐发布会通关券争夺战正式开启。本场争夺战30位选手争夺共18张通关券。一，30位选手分为4轮，共10组对决。每组将由现场1000名小玩家进行心跳值投送，心跳值最高者直接通关，共产生10张通关券。二，大玩家和好朋友拥有额外的3张通关券，可当场为任意一位待机选手发放。三，10组对决结束后，将由现场1000名小玩家在所有待机选手中，再次对最喜爱的3位选手进行心跳值投送，前5名获得通关券，补足18位通关者。10组比赛，观众选择10位选手，我们3个还有3张通关券。再后面各位再投一次票，今天残酷一点啊，就是30进18。一上来。淘汰12个人，这样才刺激嘛！你们也太狠了吧，这太狠了！会淘汰很多个吗？啊，我们都没有听明白，有人听明白，没有人听明白。对对，大家都不知道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我其实算过，2进1是50%，3进1是33.33%。越往前，机会应该会多一点。我不会让我再往后走，我就是想留下来。我很喜欢这个舞台，我不想来一轮游。有观众的舞台，我就会很开心，就会更加兴奋地去表演这首歌。我肯定希望我选谁都赢。
我从出道刚开始就是输的，所以我一直很介意输赢这件事情。大家都跟我说，你已经不要那么重嘛。怎么可能不重啊，我都已经拿着我最爱的东西来比赛了，为什么不重一点？第一轮四位先发选手，李大奔、李浩宇、邓典、李昂星，现在请四位前往舞台区备战。先发的优势就是打赢一个人就进了，但是他的劣势在于他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呢，先发选手其实是对自己的舞台是比较有把握的。大奔加油，大奔 ！Easy，Easy。Oh my god， 起范儿了。李大奔老师蛮有名气的。Let's go。他就是那种很炸的风格，又做得非常好的 rapper。台风非常的好，他实力就是摆在那里。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小区之光，反向的王子李奔。哈。其实你刚才那句话是个意思。没事，你不要管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奔。我这样的人出现，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给我老家的那些小孩一些启发，一些灵感。我是你小区之光，哈哈。那你上台前是紧张的？如果拍出来那个状态，大家感觉我应该是紧张的，但其实我心里是毫无波澜。这次选择的歌曲是《白手起家》，其实是为了向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我自己。28岁之前的我，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有请03号选手李大奔带来《白手起家》。是那种振奋人心的歌。就别只要几个 They don't really do we can't go more 你跟我说的梦我还记得 Wow 这不是 love song I'm a fuck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你轻轻蹦蹦当红着有没有发动跑到这不是来等你这一份账 Hustle my money love for average 过去的日子一天都不想过下去 Yeah bitch 别比没有可比是不是你拿的江山怎么可能跟你信Whoa, raise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想要把每天的过程跨了一个过去亏欠的过程不够钱摔得多疼烧得就多不收敛 What makes me who I am 骂你脖子管作家对对24小时不停歇我出发点我想到的终点拿着黑夜白天 Let's roll 他们说我在做梦是有些不是你想要就得得到当这个人太播送看我活在梦里醒来还在笑他们说我在做梦是有些不是你想要就得得到当这个人太播送是那种振奋人最好就别只要几个 They don't really think we can no more Let's go 你和我说的梦我还记得 Really bad 说到做到就白手起个家就白手起个家 What's up 告诉我的你别害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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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你来跟我一样把你喊你快点拉我忘记看我的歌是看下面最后因为选择放弃拍在骨子里的翻译我的巧就不是 money、yeah! So easy yeah When it comes back girl get your sense yeah 当你在我的身边不准 DJ 跟着抽 Yeah we on the low 直到找到箱子的口 Yeah 意不意外赚不可能就赚100你继续比谁厉害别来指望我的厉害 Tell one's team my bro 我和我兄弟超你们能撑上个礼拜 Yeah Push myself for dirt 速度太快周围画面的那是上回反正错也不撤会做的对的不后悔才明白发着光的是我自己不是会成为谁长沙市老虎威的 tonight规则我是没听懂啊，我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但是我非常希望你好好比，因为你在跟我比，别给我丢人 ，OK？ 哦，哦，好凶，好凶！这得有一个更炸的 rapper。哦，
哇，这个对手不好打。对于我热爱的事情，我是不 peace 的，我是要冲的，我是要更强更好的。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hip hop 的文化，让人听着不会很舒服。我想上了一会儿，我也想上，我只是想打 rapper。你为啥想打 rapper？ 因为我不听 hip hop。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好期待，谁会出来啊？对不对？我也很期待。有哪位选手想来挑战呢？请将自己的淘公仔表情包贴在蓝色的挑战位上。哇！那么红宇就成为了我们先发选手李大奔的竞争对手，他们两个只能进一个。我叫童宇，是一名乐队主唱。我们是旅行新蜜蜂，从开始写歌到现在有10年了。我们乐队一共有两个主唱，我是其中的一只，还有一只在种地。嘿，我是蒋敦豪，我挥舞勤劳的镰刀，所以我根本没时间参加我乐队的巡演。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没有知名度，没有人认识我。我参加过任何音乐竞技类节目，不是节目糊掉，就是糊掉，就是没有什么人关注过。所以我想让更多人见到我，然后听到我的音乐。我的一公作品是我看《武林外传》里面李大嘴跟慧兰在一起相遇的时候，恰恰恰那种，然后写的这首歌。因为我特别向往这种氛围，希望有一个喜欢的人能有一个喜欢的人跟我能一起跳这样的舞。金风玉露，带你回到70年代的氛围感。有请08号选手童宇带来《金风玉露》。Love Dance。上的线，弹一曲，把你带到我的身边。白露啊，浸润着情人温柔的脸，叩开我藏心中的情话万千。金风玉露啊，一江风，便是你我两情相悦，悄悄诉说涓涓思念。白露依偎在晚风间，金风玉露轻轻温柔慢慢向前，晚风唱万岁白露面。多谢，好好看啊，太好了。
这很明显啊。这个编曲就很不一样，它是有呼吸的，有节奏的，就很多巧思，包括器乐，包括它的律动。我首先想问童宇，就是我刚刚看你是就毫不犹豫的就选择站出来要跟他挑战，对，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是大闷哥粉丝。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说话，我就说咱俩先挑一下。啊，是。大奔，谁？李大奔？李大奔？大奔啊，这不大奔？哦，我的，李大奔。真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问大奔吧。嗯。他给你丢人了吗？我觉得没有，但是刚叫歌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敏感。嗯。你九几？我九五啊，我应该哥。差不多差不多，哥们儿，好好好，哥们儿。接下来每组表演后都会出现不同的卡牌，在派世界一切由玩家自己选择，现在请自由挑选卡牌，向大玩家发牌吧。我要选那个夸夸卡。我想抢夸夸卡。你要选择大玩家其中一个来说出你的这次舞台的一到两个优点。哇哦，牛哥，我想选牛哥。对，你是我从小就喜欢的老师。嗯，特别好，贼好。没有，我觉得帅气，然后率真，敢于说一些挑衅的话，因为这个是我没有的，所以我非常欣赏你。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蛮有力，而且其实可以互相激励的。白手起家这个点非常触动我，因为我也一样是白手起家，所以非常喜欢，谢谢。妈妈，我被张亚东夸了。妈妈美丽。好，我们童宇要选哪个卡？攻略卡吧。请结合你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我一个舞台的必杀技。那个我请教春春老师吧。分享给我自己的必杀技是吗？我自己的必杀技就是我。哇！我就是我。我太喜欢你这个回答了，我送你三个心跳值。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必杀技，对不对？那么现在即将开始第一次心跳值投送。倒计时60秒，现在开启。淘宝淘出10000种生活，开启投送时刻。真是心疼我们的1000位小玩家，这要怎么锁呀？哎呀，难！现场我肯定选李大奔的呀，听感上面的话，我感觉他的更好。我有一个完整，编的也恰到好处。不管观众怎么来评判我的作品好与坏，但是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我就是对它有自信，因为这个是我的根源吧。不是说我特别自负或者是怎么样，只能说今天的舞台一切尽在掌握。值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来本场的第二位先发选手了。加油，妹妹！加油！李浩宇是唱什么风格？独立的，非常独立。啊，有点 dream pop 吧。大家好，我是李呱呱。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的小家。我准备去上学，但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现在情绪很差，有100种怒火压抑在我的心中，想要发泄出来。我喜欢这种感觉，清楚的感觉在活着，这是一种被丰富的情绪填满的生活。每新的一日，我的欢欣它向我翻滚而来。我哭，我刺痛的哭，感动的哭，
崩溃的哭，可是我又大笑，我狂怒，我嘶吼，我想要挣脱，可我无一刻也不再爱着他。当我细细品味眼前的这个世界，我顿感幸福。你知道吗？真实的在活着的感觉，就是我心目中李浩宇此刻在这里活着的感觉。有请26号选手李浩宇带来《街子》。走过照片中的大街，和你出过的小镇，思念他挥剑风插尘，世界却充耳不闻。今天的失落好美，是我喜欢的那种，可惜可惜你永远不会懂。我觉得李浩宇还有他自己的小灵气，就很想表达出来，然后也很珍惜他的创作和他的那个语境。接着这首歌是我最没有包袱最纯粹的一首歌，它歌词非常的白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直接的表达，也是我认为我给18岁的那个自己写的最后一首歌。破防了，完全没唱好。没事、啊、妹妹很棒、啊、没事没事，很棒、啊、妹妹稳住了就已经很棒了。没事，我说这俩谁能赢谁就能赢，你先听我的。没事，我帮你看下一个唱的是什么。 You wanna go? Yeah, I'm gonna go。 我的名字就是 Shy， 中文就是害羞，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所以小心，这么激烈。挑战李浩宇的后发选手是25号选手施恩。I knew that when I sit around and I wait,
I get more nervous and I start to overthink. So in that moment, I wasn't thinking. I was just like, okay, I'm gonna go now. Yeah.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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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都喜欢唱歌。十七岁那年，我觉得我好像长大一点，然后找到自己的 I love what I'm passionate about. So I started to write songs and I also started to produce music then also. I have won a few awards, so obviously I'm very proud of them. 那你现在对长沙是什么印象呢？哇，每一个东西都很大。天气也很好，去走走看衣服我很喜欢。 Hello Kitty， 你好吗？戒指在我的一只手里面，如果你选对了手，我会告诉你下一台我会唱什么歌。来试一下，一二三，你选错了，是这个手，我不会告诉你哦。有请25号选手布朗·施恩带来《Made You Look》。I'll make you double take soon as I walk away. Call up your chiropractor just in case your neck break. Ooh,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Ooh, 'cause I'm about to make a scene. Double on the sunscreen. I'm about to turn the heat up. Gonna make your glasses steam. Ooh,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Ooh, when I do my walk, I can guarantee the job will do.'Cause they don't make a lot of what I got. Ladies, if you feel me, this is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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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p. I could have my Gucci on, I could wear my Louis Vuitton, but even with nothing on, bet I made you look. Yeah, I look good in anything I wear, but I'm hotter when my morning hair is a mess. 'Cause even with my hoodie on.And once you get a taste,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This ain't that ordinary, this that 14 karat cake. Ooh,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Ooh, and when I do my walk, I can guarantee your job will drop. 'Cause they don't make a lot of what I got. Ladies, if you feel me, this is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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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p. I could have my Gucci on.很可爱，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是像小猫一样，他唱歌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女王的模样。我觉得诗恩挺好的，偏独立流行的那种甜美女生嘛，然后旋律也很抓耳，对，客观的评价是好的。好美啊！哇！我想问诗恩一个问题，对你自己今天的演出满意吗？可以更好的，可以更好，对不对？哦，可以更好。完了，我就受不了甜妹。浩宇其实也觉得，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好更多，更多。好更多。那今天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一上台就特别紧张，尤其是人很多的时候，然后好多好多人，好恐怖，然后我有点害怕。好可爱。
这是我第一次看你的演出，第一次看李浩宇的演出，但是我通过这一次演出，我已经完全的记住了李浩宇三个字。好漂亮，谢谢老师。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表演的时候，我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我觉得他是因为那个歌曲里面的音乐，他写的歌词，还有他整个人不那么完美，但是非常有一种活着的那种真实的感觉，在一直触动着我。嗯，有杀到我，所以我觉得是那种让我一直在心动的感觉。谢谢老师。投送时间现在开始。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更喜欢第一位，他那首编的那些气口会更好。但是诗人台风好啊，表演好。妹妹应该是300到400，另外一位应该500左右。台风什么的，我一定是服他的。但是论歌曲的话，我觉得原唱还是 YYDS。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but I feel like there is a place for me here. Yeah.I wasn't super confident in myself also because I'm not from here. Maybe people may not be as excited for my performance, but I'm still very thankful, obviously. But I was just, yeah, I was very surprised also because I felt like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 But there's always next time. 700票怎么会差这么多票？喜欢呗，就有观众缘。怎么雨字辈的都掉了呢？我当时跟我妈说，我说这次我要炸掉这个舞台，感动死他们。我无法接受我有那样一个舞台。那个歌我练了很久，然后我就想今天唱的好一点，结果还是没唱好。我面对不了一点，我太无法面对了。太丢人了，我受不了了。输了就输了，我接受不了我唱成那个样子。浩宇稍微有一点飘，小飘，但那个飘又是他的那个气质里面的。那很独特，很有智慧。哦，这是为难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第三轮的两人组的比拼了，好刺激呀！耶。顺便吧，咱们的心在放鞭炮。有人问你唱什么的？这还用问吗？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邓典。哦，邓典，所以你唱那个歌喽？我说，爷爷。神魂颠倒，你听过吗？我听过，听过他的歌，他歌很好听。神魂颠倒是那个？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但是我知道他，因为被放了很多次鞭炮，对，神魂颠倒很多次。神魂颠倒是我最自豪的作品。就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只要神魂颠倒一出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这件事情是我蛮自豪的。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是以这首歌认识我，我要在舞台上面展现的第一面就是我比较奔放的一面。我希望我的舞台让别人第一印象就觉得邓典太拽，我不要和这个人相处。有请16号选手邓典带来神魂颠倒。耶、yeah.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我的电，我的心澎湃，飘外的心脏跳蹦蹦 ，OK。我不能受其他焦虑。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慢慢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全都没关系。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浓烟的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听到天花板放电视剧的暗号 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粉红色的 sexy 浓烟的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听到天花板放电视剧的暗号刚来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我的天我的心澎湃飘来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 Let's go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别人惹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别人惹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要谢谢大老师就是唱歌很稳台风也好无可挑剔耶、yeah. 感觉怎么样你的表现表现蛮好的很稳哦很稳吗耶耶耶给自己打个分打个分吗嗯打80吧20怕自己太骄傲耶、yeah. 你是不是确定要去我要去我给你抢一下真的假的？嗯。啊，你下一个好吗？你那么想打邓爹？哎呀，我觉得你俩就别沟通了，就抢一下嘛，就随便嘛。你现在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观演区的选手们注意了，谁想亮剑，就把自己的表情包记得贴在蓝色的挑战位上。去啊！不行，这个我不敢，怂了。我既想快点唱完，这样就不用再紧张了，但是我又不敢上去。他要去了，天哪！他要抢，谁要去了？哇！你慢慢走，没人跟他抢。哇！这怎么办啊？不好打吧？不好打，太难了。Let's go, man！ 加油！我觉得他的那个歌也比较律动嘛，我的也比较律动。我觉得这两首歌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吕彦良，他真的太有才华。Matt 是天才少年。我是 Matt， 吕彦良，我是一名独立音乐人。小时候听歌，我一直都在想，说他们这个旋律，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就直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做电子 EDM， 就疯狂的开始做。这首歌是一遍全出，我花了两分钟写。本来我要去 Berkeley，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做出一张非常好的专辑，能够表达我自己。我的歌可以影响一部分人。有请28号选手吕彦良带来飞。过了所有的云朵，仿佛一切变成了你的轮廓。哦，飞向那个属于我的宇宙，渴望着自由。巨星难求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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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by me, fly by me now. Cause baby got me, fly by me, fly by me now.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Down, fly by me, fly by me now. Cause baby got me, fly by me, fly by me now.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oh.
I just wanna take you back to my imagination. If you got my ticket, I just tower up the ocean. Maybe talk about that, I'm drowned out of my affection. Superstitious in a way, so you're my fan, so hey. But you know, yeah, nobody else give it all time to fade out. Sun just shone, but fun up, I doubt. Cause I feel like I want it. Nobody could replace it like I want it.Oh, like I want it.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Make her enjoy your time in the beach. 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无力的让人想放弃。我猜不到谜底，一直 rally. I wanna feel the way you're feeling, baby. Under my emotion, the sensation feeling. 好像在离不开的黎明，你带我离飞差异。Give me a bullet that I made of love.Give me a bullet that I made of love. Wow, he is so good. 感觉像给心灵搓了个掌。林月良的音乐是真好呀，就是他的音乐是值得推敲、值得细细品的音乐。他放了很多非常节制，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在音乐里面。对。我也觉得特别开心，是因为其实吕彦良的音乐，刚才那首歌，他那么年轻，真的是用减法做的，非常简单干净的和弦，舞台也非常非常自然，然后你的创作和你的演唱都是，那么专注，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欣赏你，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邓典对我舞台的看法。我觉得吕老师的音乐就目前听下来的话我非常欣赏，然后你的编曲细节我也非常欣赏，然后你整个对音乐的追求包括对音乐的品味我也都非常欣赏，你的编曲能力你的创作能力现在在我看来是我遥不可及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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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未来希望自己可以置身于这个行列之中。耶，谢谢谢谢谢谢。我选春春老师。我想表达的两个词，第一个叫做 perfect，你懂的，他懂的，是因为我是听他唱 Perfect 这首歌入的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神魂颠倒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邓典，然后也很开心在现场再一次看到你的表演。谢谢老师。心跳值投送环节现在开启。谢谢谢谢。我觉得吕彦良这首歌他做到了门槛不高但是高级，邓典的台风啊包括他演唱能力演唱技能都非常强，各有各的优势吧。还是歌曲风格问题，可能邓典更吃香一点。我肯定有很多舞台经验方面要向他学习，但我原创能力我的作品肯定是靠前的。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在舞台上面蛮好的。哟，放马过来。耶哇，邓典唱了一首他自己的歌嘛，传唱度也挺有的，但是他其实热歌也有热歌的弊端，因为有些年轻人他也会想说，哼，又是一首什么神曲，我不要。第一轮一对一对决，只剩下最后一位首发选手，请未出场的选手们把握机会。我想上，我要马上站起来。嚯、哦，哇！这是要挑战的吗？他们都想选。
好多人想选呢。太刺激了，前面这一轮太刺激了。我自认为大家可能应该都没有记住我，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吧。车上的时候，然后有跟梁心聊多。梁心，就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上次坐左边的那个，那位，李阳宇。我是梁心，我曾经是一颗又臭又硬的石头。别人说你唱歌没有特点，别人说你梁心写的歌就是垃圾，我不信，我要证明自己，所以我在北京吃不上饭，交不上房租，还是要咬着牙然后挺过来。我的人生格言就还是那个歌词嘛，一颗石头镀层金也可以很耀眼，就是我知道我其实只是一颗石头，但是它一样可以像金子一样发光，我生来就应该在舞台上唱歌。有请零五号选手李昂星带来《木偶》。僵硬地拍着手，冷漠地点着头，滑稽地从背后借着别人的口，台前的班戏有，幕后的乱讲究，看戏的细心研究，热着饭等着走。明明你所说我全都照做，为何受伤的总是我？擦掉我污垢，收拾好心头，你要我忘做我绝不会想要。风格，我觉得他很像一个 Joker， 他写的所有东西都很有思考，也很有戏剧张力，配合上整个编曲还有舞美，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舞台。当我看到他上去的时候，一群选手想要跟他 PK， 我就想说你们听到副歌就不会想上去了，看一个怎么样，观演区选手请注意，本轮最后的挑战机会马上就要到来。人家强，如果他把我劈下去了，在第一期嘛，我就嘎了，就走了。李昂星表现力很强，我觉得我超明他，这谁敢上啊？我叫李昂星，匹配成功。小周上线，
我想我就是可以早一点，然后我说行，那我就选李阳新，因为他表演是第七个，我就是第八个，八是个好数字。我的音乐算是比较独特的，我在制作的过程中其实有蛮多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的歌里面也会加一些平时不太会用到的采样来作为某一个打击乐，比较生活化的，每次造我就觉得特别像 hi-hat， 冰箱的声音，还有你拿筷子去打那个纸盒的时候，它也会发出一些独特的声音，然后我喜欢玩一些合成器。音乐跟生活比较像呼吸一样吧，你比较热爱生活，你才会更加的热爱音乐。我觉得我的音乐风格可能是未来音乐的走向。我觉得我今天我要让台下的观众觉得他如果买了我的票的话，他是值得的。有请零九号选手周君怡带来《坏女孩》。选一个转发卡吧。好，首先我觉得你戴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配饰，我觉得有一点像你的一个铠甲。当你戴上铠甲的时候，你可以去作战；当你卸下铠甲的时候，我想拥抱你。不管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在我心中你是独一无二的 Jinx。谢谢何老师。哦，选谁？选哪个老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对呀、啊。那我想请教何老师。好，我非常不喜欢你的演出。太远了，我看不见你的脸。
下次我想在5米之内欣赏你再一次的演出，因为我相信你脸上的戏剧的张力，你声音里面的力量会更加的穿透我。一定，老师，下次一定。哎呀，鸡蛋里挑骨头，挑了一个。心跳直投送，现在开启。干嘛上5号？Jinx 上09。Jinx 在舞台上表现得很生动吧？然后自己也才华横溢的嘛，我觉得他就活该晋级。李阳星他是今天唯一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选手。在我自己的领域里面，我觉得我还是很不错的，我有我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我的音乐算是比较独特的，所以跟别人的比较我没有任何压力。哇，祝贺李阳星。好接近啊！其实我也录了蛮多节目，但是我每次录节目都是我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那种成熟艺人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标准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哭。只我没有，没有，嗯。啊！真丢人！肌肤面临多重挑战，三抗成分只及光损、氧化、糖化，回归超 A 状态。请注意了，本轮已产生4位待机选手。大玩家们是否要增发手中的通关券呢？容我们商量一下，谢谢谢谢。哎呀，最讨厌这种环节了。他们要这一轮里面选一个，应该邓点，我觉得应该是浩宇，我估计是进错邓点了。通二，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心，因为观众肯定不会错过他。还是说这个人在犹豫犹豫？你们俩，有点难选这两个人。后悔倒是不后悔，但是又不想让自己早走。就这么走的话，还是有一些遗憾在的。哎呦，这个好难选啊！那我不知道了，猜不到了。我不出去，唱太烂了。我们想要在这一轮增发一张通关券，我们要给。有人问我，音乐的灵感从何而来？我说，音乐是我的朋友，我在同他玩耍。他爱玩，常常消失，我总在生活里找他。当我听从内心的声音，不做提线的木偶，他就会再次出现。用音乐表达生活的1万种可能。逃跑20岁，逃出1万种生活。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岛纯生提醒您稍后看点。我们即将开启9进3对决。哦，我想跟他合作。我觉得现在这些女孩都好棒啊，是吧？真的好漂亮。大玩家们是否要增发手中的通关券呢？难。我们要捞他吗？在这一轮，我们要给。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
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里微蓝，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里微蓝。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 IHC， 灵感源自院线，一瓶激活超 A 时刻。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壳牌洗力润滑油，极净动力，超凡表现。我们想要在这一轮增发一张通关券，我们要给李浩宇。太好了！李浩宇他的歌词和他的表达，你可以感受到那么年轻一个女孩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对啊，当时实在是太崩溃了，我在尽力的克制我自己。浩宇，下去一下好不好？浩宇，我马上，我调整一下，我马上就好。现在就要去了，快点，快下去，快点，快点，再宣布了现场。我觉得我是个成年人，自己需要调整 ，OK 吗？好，好，去吧，去吧，乖。我不敢，我跟你一起去，走。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我是成年人，我是成年人。那我目送你走，好吗？你是成年人，可以嘞。好，来给自己一个深呼吸。去吧。你复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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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他没戴耳机，不知道是妹妹。妹妹，两周前还在米兰辗转各大时装周，超爱往前找了音乐，咋了？刚好上高了，但是笑起来反差魅力。下一次唱好啊，至少你还能有下一次啊。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把它拿来发挥一下呢，而不是很沮丧说啊我这次没发挥好。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心态，这个机会给你白浪费了。相信我。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我想把下舞台弄好。完了，压力来了。好，没事。下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破吗？破呀。我们即将开启的是残酷的九进三对决。靠前一点，机会更大。不想等下去了。强者碰强者，就是软硬。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唱不了歌了。本轮的三位首发选手已经产生，谁要来挑战他们呢？我要占个位儿。准备出动，三、二、一，开始。啊，这么容易吗？不应该再抢一下吗？刚刚大家好像明明跑得很激烈呢，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是我，就是走过去啪贴上了，然后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哎。啊，好吧，就只能上了呢。抽象就是我本人，非常的抽象，就是我的一种没有意义的混沌的存在。我的音乐风格主要就是怪诞这两个字。这一次青山路古堡就是一首很架空的歌，它讲的就是一个失去爱人的女孩进入了这个架空世界。他想要拯救他爱人，因为他发现他的爱人被囚禁在了古堡里面。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设定，一步步的丰富，一步步的完善。我想要给他们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给自己设计了舞台服装，还有头饰是手工做的。他好像表达了什么，但你说他真的表达了什么吗？他好像其实也没有在表达什么，只是在表达我创造的世界。有请22选手沈川琪带来《青山路古堡》。轻轻又沉抱，脚步就出来的天黑了，你又沉
走，抱着万无一失，抱着不必什么自由。富丽堂皇的荒唐，慌慌张张，什么东西在乱撞？寒冷的薄雾照着我皮肤，从手指绕到了耳旁。森林一号房的窗，有风的窗，落在白的窗，就忙有人说呀呀呀，年轻人不要彷徨，别挂的巨大画幅。放轻轻如泉宝，交出初恩的天又黑了，你又沉走，抱着万无一失，抱着不被什么自由。Take it back, take it back， 中间坚持想想努力走的夜无路。Take it back， 如果逃避不了束缚，毁灭成就过关的俘虏，不如将那窗破除，谁的眼泪腐朽，飞到那边的家破路，记得弯腰，记得卧伏，才能躲避他们不会察觉的过路。别怪的巨大画幅。腹中带着一点可爱。哦，我想跟他合作，好疯啊！啊，那个抽象冠军，我就知道这个人跟我投缘。这个川崎，他的那个编曲啊，那些小东西啊，还有他的那些动作，我就感觉像看到了一个女版的自己一样，就是，哦，川崎他一开口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新颖。中间有一段像 rap 一样的，哦。最后甚至还来了美声，哇，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就是一不停的在给人惊喜。川崎，很少有一个舞台主体的光线是绿色的，非常神秘，很有吸引力，会让人觉得意犹未尽，会期待你下次又变成什么鬼样子。谢谢老师。今天的舞台，别管，就超满意，管他会不会更好，先满意了再说。现在你看到的所有人当中，谁是你永远不想碰到的对手？郭老师吧。为什么呢？不是一个世界的，大家在我的另一个不就跟我无关的世界里过于的强大。你也是冰山，你是火山。他坐在那里跟旁边的Hip-hop rock 氛围格格不入，他好安静啊！他今天坐在那儿动不动都没动，我每次回头他看他都是这个姿势。哎呦！我叫郭宇昂，是一名京剧演员，行当梅派青衣。我第一耳听到的就是青衣，从四岁开始找老师学习京剧了，一直到十二岁进的科班。我师父他也是梅兰芳先生的弟子，教给了我很多，我就觉得一路过来还是幸运的。这两年其实国风国潮的标签起得特别的快，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范围缺乏专业性，所以我就想把专业的东西让大家知道。不管是电视啊、直播啊、短视频啊，只要能让大家接受到说哦，原来京剧还可以这样，那就是值得的。有请十二号选手郭宇昂带来红马。再见啊！
爱人雪迷红颜，他边情高仙。最后的舞台看完是有一点点就是说令人害怕的，令人闻风丧胆，令人瑟瑟发抖，就有种无可挑剔的美。袁，我觉得你的必杀技就是自信然后沉静的那股力量，我觉得这跟你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去练习，对，然后沉浸在一件事物里，我觉得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自己。我觉得现在青年更自信一点，主要是他们非常怎么说，在艺术领域非常的通，我觉得就展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可以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这个个人魅力。有很多带着你个性的小慵懒小放松的那个曲调，是属于你蒂娜本人对音乐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所以那个部分很着迷。太高了，这评价，谢谢。我也说一句，你超美的，好漂亮。我们这种跟人家比起来好像该玩哦。谢谢。这首歌很帅，然后你的表演也很帅，带给我们的那个能量也非常的帅。我还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谢谢谢谢。现在的孩子太聪明了，他自己对自己都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进它，这个是很好的。很多人因为他第一次嘛，就会有一些紧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们对自己的音乐啦、舞台表演啊，我觉得都特别特别自信，应该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样子吧。
你知道你的耳返一直挂在你身后吗？是的。你的耳朵好坚强，它挂了好久哦。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之前其实完全没有上过舞台。但是我们都觉得你超稳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现在这些女孩都好棒啊，是吧？真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唱跳的女生的小星星的冉冉的升起。谢谢老师，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站上舞台，然后尝试唱跳。恭喜郭玉昂、沈川奇直接通关。而截至目前，本轮已有四位待机选手，大玩家们，你们要不要增发手中的通关券呢？我喜欢唱歌，就是一直想往上走，就想变得更强，走得更远。来这个节目是想好好搞创作，好好唱歌的，还有很多没有尝试的事情吧。希望还会有机会可以在这么好的舞台多多表演。我们要捞他吗？还是我们就把他交给观众呢？他的人，他的感觉都挺好的，就是舞台的质感是非常好的。对，而且确实还挺打动我的，挺感动的。这轮讨论好久了，那就这么着。嗯，好。我们的选择是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打开淘宝搜青年派计划，点赞舞台解锁派盲盒福利，打开芒果 TV 摇一摇，参与活动解锁更多惊喜。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岛纯生提醒您下期看点。我自己音乐发布会现在继续。从整体的舞台的节奏呼吸一定是和其他人拉开差距。我不能比我兄弟差呀。我觉得我就是用生命在演奏。按照正常的水平发挥，哪怕十个里面选一个我也照样没有。这才是我眼里的现场，我觉得可以达到90分。用我最大的优点告诉你吧，我是妙杀亲们。给这个舞台留下作者化的标签，展现自己的魅力。我现在用我100%的努力，让自己能走得更远。我想被看到，希望这个舞台可以留给观众一些什么。这一轮的通关券到底会选择哪一位呢？不是小文就是严安。我不想走，不想说，谁是人都不想说啊。我就是想留下来，不想离开。我不想来一轮游，不吓人啊。飞过了所有的云朵，哦，飞向那个属于我的宇宙，渴望着自由。哦Fly by me, fly by me now. Cause baby got me, fly by me, fly by me now.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Down. Fly by me, fly by me now.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oh. I just
just wanna take you back to my imagination. If you got my ticket, I just tower over the ocean. Maybe talk a little down, shun down on my affection. Superstitious in a way, so you're my fan, so hey. But you know, yeah, nobody else give it all time to fade out. It's on just shun, but fun up a doubt. Cause I feel like I want it. Nobody could replace it like I want it. Give me a bullet that can make a flow.